啊，大家人再用几粒波声那个啊，加油！台民主进。基督教讲我这主耶稣，我嘛唔知讲天主教叫做圣母玛利亚。我咱都要问咱的委员长，伊是太主呀？伊甲讲阿德玛利亚，好好好，安尼敲敲好，规个天顶拢敲好啊，吼！但时机对不对？这个时机在爱人必须得有带领之下，大家努力之下，共同来完成，共同来完满这个事，共同来成就台民主的执政，安尼好无？好。我讲哦，摊主，你拍上大声。我得要注意啊！下骹吼青年团来讲，我们拜托咱夫人爱来甲恁鼓励一下呢。我夫人用赖就好啊，伊用手机也就好啊。安尼无，我讲你拍上大声，你要加照顾哈，加油了哈！青年团，台南州的青年团不要漏气呢，吼、哦、吼。安尼咱必须得我夫人爱来食饭呢，吼、哦、啊辛苦吼、哦、啊咱。这个麦克风交你吼，啊，我咱必须要来看咱啊二三的场地，吼，好不？好，咱用几个鼓声啊来过来，咱啊必须要个欢迎欢送。咱在热烈的掌声，感谢咱秘书长甲夫人。秘书长，加油！感谢感谢感谢秘书长跟夫人，来啊！各位同心，咱拄只吼，讲到奥基纳瓦回归日本吼，啊，即马个月啊吼，要袂做影片进行吼，我过来讲一个，咱台湾民政府。过去即个印度吼，咱去拜访咱的上界有名的宗教家，就是喇嘛吼。啊，这趟我嘛过对有着，所以足有福气的。啊，过看喇嘛翕相，过翕相过甲咱握手，啊，过甲挂迄个字啥？哈达哈达吼，对，遐咱袂记就想袂出安尼吼，每一个拢敢挂哈达。原来吼、哦，本来是袂当。为什么咱要去印度吼、哦？这个行程吼、哦、是非常重要，嘛是讲咱呢台湾民政府要印证去印度是印证什么？就是讲流亡不能就地的合法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不能就地合法啊，咱就来研究一下。结果就是去。咱真正甲研究吼，这个协总政府呢，去遐吼，竟然爱甲印度，啊，甲因做所在，佫爱甲印度纳税。啊，咱台湾人呢，比印度人较安怎？咱甲流氓的政府佫纳税，啊，佫去甲伊做兵呢？吼、哦，所以印度人吼、哦，你茫看伊吼、哦。爽呢？咱比伊较爽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咱阁共安怎？阁去共选举呢？咱阁招，人招咱小选举讲，我来恁家招恁小弟小妹，恁的子孙来处理恁这间厝，啊，含你大个房间来甲纳税，你讲好，大家来选嘛，啊，无必要你赢去呢？咱台湾人是安尼呢，吼吼吼。安尼有爽无？啊，咱遮人已经无爽啊啦！所以吼、哦，咱遮是上聪明的。咱呢去印度吼、哦，实在有够好笑哦！敢有看到我哈？啊，恁无呢？啊，我这个吼、哦，啊，对啊，我本来是头一个伫伊边啦，啊，这个就甲我坐伫遮，我怎啊变伫遮啦？吼、哦！啊！但是我嘛是上头前吼，我就要抢镜头的啦，呵呵啊，不是吃风头吼，因为迄个镜头很难再取到，一世人来，几世人来，搁要拄到一届嘛，无可能啦吼。所以呢，咱也是讲有机会，就是一定爱
吼、哦、参加，爱参加。啊，咱这印度呢，吼、哦，因呢，我去吼，拄着因嘛是有一个叫做妇孺会啦。啊，妇孺会吼，我就是讲，半时间吼、哦、招几个吼、哦，另外去拜访因。印度就是西藏政府的妇孺会，那么因的妇孺会呢，诶，办甲嘛足好。就是讲哦，因照顾老弱妇孺以外，哈，因哈在文化方面的传承足好势，哈，因绝对把因西藏的语言没有忘记的，一直在传承。因袂讲啊，阮来去哦，学学变印度人哈，讲变足高尚啦。咱台湾人即马讲迄个华语，讲很高尚呢，啊，讲到咱台湾话讲足爽。啊，安尼有影吼，安尼吼，啊，人因吼西藏走去遐，因无爱学因印度话，小共共共款讲因的西藏语，而且妇女会负起这个责任吼，因每一个都一定囡仔拢甲教因西藏的西藏语、西藏文呐，啊，佮而且吼，因对迄个啊，因的密教吼的传承足好势。所以我吼去印度的时阵吼，实在是足疲劳啦。但是我拢无休困的，逐项拢参加，但无参加。啊，再下一张看看吼，再来下一张，啊，再下一张，下一张。我即马就是讲吼，咱无啥时间啊，我要找一个迄、那个，再下一张看看，这东西法理说明，我内底有一张都多好哈，啊去哈，因为这个西藏哈，咱要去是取到什么日子？就是讲哈，因这个喇嘛哈去印度，他到底几年唔知，几十年来头一遍办呢世界法会啦，啊，所以我嘛遇到咱。台湾足济诶，即个密教诶人吼，拢去遐朝山咯吼。伊咧毋是讲朝山，毋是讲去啥物会啊吼。啊，但是咱台湾民政府嘛，跟着坎因大宝法王拢纪念，因拢有特别安排。佮而且呢，因诶总理、外交部长拢有个别拢花两个小时，甲咱台湾民政府诶。咱家同心开会啊吼，咱那边去有五十个人，所以吼、哦，人因虽然无讲甲你宣传吼，一年啊，阮一去的是头一个节目大会，我头前都坐到一个高雄的，我讲啊，你唔是高雄人吗？伊讲嘿，我坐个领导大地队，结果迄个就是调查局的啦，你知影无？咱袂去呢，人中华民国都派人去遐瞧啊啦，已经瞧好势啊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排规桌吼，啊，我过去人讲话去吼，迄个咱迄个以前书法的吼，曾进年搞骂咧。你无代表字啊，你敢讲话？我讲你捌啥？伊阮厝边啊都黑的啦，你知无？安尼啦，因为我拄啊捌伊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所以呢。国民党是有够厉害的啦，咱吼就是讲，人因执政七十年吼，根基真啊足深啦，所以咱家讲吼，咱拢没有执政过经验的人，咱人讲咱素人，咱必须得用心良苦，一直要敢训练，一直要敢训练，让咱变不是素人，让咱吼比较能够茁壮，而且可以担当啊。咱若是讲后摆啊，要伫对一个机构吼，我们都可以管得了人，而且可以说服了人，安尼对唔对？有。咱有办法无？有。我想嘛有办法，尤其咱台南州啦吼，我们一定要硬起来，对唔对？有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去这个印度了后，印证足济代志，就是讲。流氓的政府的事事行行呢，在台湾浮现出来，也当予咱讲吼，咱吼要回到天皇做伊的子民，
亏心事件，真正我就讲，咱绝对唔要阁做奴隶落去啊，绝对唔要阁互欺骗去啊。咱呢几啊种的行程吼，伫咱台湾民政府的活动当中间吼，秘书长实在是，伊是真正唔是人，对不对？讲起足歹听哦，但是吼、哦。伊比神较厉害啦，真正啦，伊是活菩萨啦，不是一般人啦，真正啦。啊，茫去学一个唔对的，我就帮修理啊了。吼、哦，我真正认为吼、哦，一般人想不出来他这个方法啦，尤其像拄则讲的这方法吼、哦，想想会出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有任务来，我第一。拄拄啊参加的时阵吼，高雄州还袂十个人，啊去迄个基啊平城遐讲吼，去开会啦，啊去开会吼，就一个老师吼，姓曾啦、啊，叫做张北路，啊伊是伫迄个寿山公园内底吼，有一个叫做水仙宫啦，伫啊定点啦，啊就摕一本册啊，搁足济段话吼，四百年前林大乾。四百年后，林志升，伊是要来带领台湾行出一条路。啊，我当然知伊未知，到即马拢无出来。吼、哦，讲哇，你敢会知影？讲伊的先父家己讲的。啊，我讲哎、欸，啊，林大乾的故事我捌听过呢，吼。哦，恁拢捌听过无？林大乾的故事？哈，少万年唔捌吼。我讲看卖下好无？林大乾吼，较早讲是一个吼。大武士就对了，但是话嘛是讲伊有做海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么呢，伊的武功超级的啦，啊，伊就是有一天吼，讲想要做皇帝安尼啦，吼、哦。伊想讲伊的武功应该会当胜过皇帝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伊当时讲吼，海贼嘛，啊，就走来伫迄个寿山，寿山吼、哦。咱高雄的打狗山啦，啊打狗山吼、哦，底下伊的下钱的功夫有法都下到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像即马讲伊的北京去安尼吼，拄啊皇帝位安尼，伊上尊尊吼、哦，当时无时无伊伊就想要坐殿啦，吼、哦、啊我迄是简单描述啦吼、哦，啊即马吼伊吼，伊、哦、有饲一只金鸡。几时弹几声，几时弹几声，拢足准的安尼吼。哎，即马上准准讲，咱早调吼三家，咱讲三家啦吼。阿皇帝咧坐殿，伊就绝对迄个时阵吼暗号，就是甲钱烧落，迄个皇帝都爱换一座啊安尼吼。那么呢，因老母呢讲，吼，阮今明仔载要做皇帝啊，欢喜甲。啊，甲伊个金鸡吼、哦，较早就安尼吵醒啊！啊，结果因后生哇，弹几声，紧爬起来吼、哦，啊，一个写落，搁写林大乾，你知影无吼？啊，结果呢，皇帝都还伫困嘞咧，写着伊啊尔啦，啊，写着伊啊，即马吼，皇帝都派兵来啊嘛吼、哦，啊，讲走无路啦，走无路啊，迄阵啊讲。这个打狗山，咱台湾是迄阵啊吼，含厦门是安尼闹安尼连坐会，连坐会吼，哎、讲起来，然后一点啊神话啦。人林大乾讲，派兵来啊，偌厉害嘞，怎用一支剑插落，怎啊变咱即马即个海峡啦，变台湾海峡，哎、啊，怎啊船啊头走出去安尼啦，啊，怎啊抓无着啦吼？哎、啊，伊讲哦，啊，惨啊，派遐济兵来，袂赴啦。伊总爱讲，伊有法度用乌刀会当化兵呢。啊，结果讲，砍化兵嘛化袂赴，啊，甲倒地嘞，总啊拢变乌鱼啦，你知影无？脚甲手生袂赴啊！啊，所以台湾海峡的乌鱼吼，咱食的钓就是咱林志升先生当时化的兵啦、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我即摆阁甲你讲一个事实哦，足奇怪的面题。咱捌咱一个迄个潘良华无？咱的副主席，咱的副主席兼咱秘书长有够好无？啊，你有听过伊讲伊号做
迄、那个马英九卡在迄个平交道安尼有啊？讲伊是住水边的饭店无对？啊，他是马卡道主啦。啊，那么马卡道主哈、哦，当时就是住伫即个寿山啦。啊，林大乾即个海出来哈、哦，都甲人抬，甲人抢，你知无哈？抢抢的迄个寿山总爱伊占去。啊，占去马卡道主总爱卡在平道站，走到位屏东去住。啊，即卖呢，即些来扫去拄着啦吼，啊拄着吼，拢含秘书长困做伙。啊，煞嘞，咱即卖内底是毋是伊上行的，伊上故意的？啊，佫住上久拢无互踢出来就对啦吼，吼。我有一天哦，伊咧讲马卡道主，讲一个出一个林大乾来到，家己物件马卡道主抢了了，金银财宝抢了了。我讲是啊是啊是啊，必须顶你拄到这主啊！这道哦，你我看爱嫌伊真多。咱这有录影无啦？确定哦，潘良华佫找我，潘良华甲讲，对对。伊无出声，甲点头，可能有因果关系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你嘛是讲吼、哦，以前林大乾你无相信这个故事，那有个马卡道主，佮拄到林志先，佮对伊遐好个代志，安尼恁拢要相信因果无？我真的很相信，我吓一跳呢。佮刷哩，佮算算来讲，啊，我古月主拄到这个林大乾，又佮是甚物关系？吼、哦！我想几步呢？林工啊，一定有答案给恁啦。无定我是因家的查囡仔啦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是我是伊的阿姐啦。吼、哦、吼！啊嘛无安尼啦，始终搁兼换添呢，你敢知？吼、哦！咱遮大家拢一定古早林大乾的兵啦、啊，你要信无？吼、哦，说说笑笑啦，吼、哦！但是也许是对哦，哈、哦！哎，你若是修到有迄个境界，你们都会领悟得出来。哎，敢是时间到啊，哈、哦！是哈、哦，哎，啊，废话讲一堆，拍摄啊，多谢大家哈、哦，感谢。